其实输赢不重要哈，过程比较要紧，过程非常的欢乐。那韩国队也很开心，我希望今天我觉得今天是很圆满的，希望这种活动能够持续下去。其实你看到现在呢，所有的观众呢，还有一半以上没有走掉啊，那就是表示说他对现在很多的活动的那种热烈的参与。那你今天我已经喊到没有声音了，但是我觉得我很开心，我觉得星星儿呢，他们一定也很开心。我希望呢，这些力量不断的在延续啊，希望大家呢。一起努力的出来，热烈的参与每一个爱心活动。新的我今天看得非常的满意哦，几个尤其是后面下下后面最后面换上去的几位，在内野防线竟然是超乎我的想象，所以我们闪亮之星后继有人呐、啊，是将来我们自己可以拆成两队，直接就打公益赛了。民国78年。连环炮开始组第一支明星棒球队，到现在25年，这25年的这个人。一直没有跑掉，所以呢，继续坚持今天的传承真的非常好。我们会继续努力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，我们会一代让一代的传下去。明星棒球队永远的是台湾的光荣。OK。其实我上投手就不是说我厉害或是什么，就代表一个指标啊，就是我上去，然后像今天。都受伤了。对，这是头到破皮，这个问题不大了。只是说我将近60岁了，那我希望这个不退休的精神，希望能够带给后续的新人看到哦，那个老头子这么老了，还在撑，而且不敢说虎虎生风了，起码会准啊。我希望年轻人都有这种精神，永不放弃。OK， 我也是，我会继续。只要我今天我还能站着，我就会来球场。但是你看到我都没有下场，就表示我已经不能跑了。但是我还在这里。你如果下场，下场会很惨。